明日一早，下山去吧。师父，你说什么？自从你入寺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。这也正是为师坚持让你带发修行，不肯为你剃度受戒的原因。去吧，回去后切记。 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阿弥陀佛。咋子嘛？苏万国屈从三，这咋扣了？上！哪来的不怕死的家伙？把他给我毙了！ 客，快撤！快撤！多谢大侠出手相助。不必客气，路见不平而已。哎，刚才那帮人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伤俺吴师傅。啊，我们只是去广东学镇路过厕所。 这帮歹人钱财起意，这才对我们熊妹二人动了手。多谢大侠出手相助。原来如此，在下梁坤，刚才听你们说也要去广东，我正要回老家。两位要是不介意的话，那可以一路同行，有个伴儿。杨大哥在，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我们。啊，梁大侠，我这师妹不懂事，只是刚才梁兄为了救我们，一得罪了万国宗，实在是不敢再有劳两松相送，还是就此别过，各自改路吧。 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我没有兴趣，让开了。哎，姑娘，我劝你别不识抬举。既然你不愿意主动前往，那我也只好得罪了。嗯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看过《洪福警客》啊？啊！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混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想动手打我？来啊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四爷，四爷，我说过，再见面时，绝不会让你再受任何欺负。 他们人呢？快说！伯伯子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不知道是吧？上！说，他们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吧？啊！ 我死里打！我求求你别再打了，全在打了！早给我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非逼我动手！快给我家的遗物！这破小囊，本少爷才不稀罕！我只是想让你们几个记住，我胡大海想要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 我要上少林寺习武，你们等着我。再见面的时候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受任何欺负。 人生得意，莫过于此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老朋友？大人，快放我吧！你！啊！少将，谁呀？少将，为什么打扰我的雅兴？
大侠，我是被仇家追杀，所以才打扰了你的。大侠，请仗义出手，救我小命啊！这位兄台，正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好大的臂力！知道就闪开！我杨坤拳下不打无辜之人。哦，嘿嘿，刚好我搜餐就爱管闲事，人家既然来求我，我没理由见死不救啊！善恶不分，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好久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，有趣。梁大公，苏大郎，你们咋个打起来了？你们认识他？你们认识？我们来的路上遇到了万古宗的袭击，多亏梁大哥出手相救，我们才能解围。梁大哥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啥子误会？为啥子会打起来啊？这人到我家里放火烧屋，想置我和友人于死地。我追他到此处，就是他阻拦着我。苏长老，喝酒，喝酒误事，没事，我帮你收拾他。你这个卑鄙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，别为难他们两个。如果白晓今天愿意乖乖的陪我走，我就考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顾少爷，顾少爷，梁姑子她刚回来，不懂规矩，回头我会好好教训她的。我求你高抬贵手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让我高抬贵手？好啊，跪下求我。哥，只要你放过他们两个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大哥，求求你，起来。哥，胡少爷，起来啊！快起来！那儿膝下有黄金，他受不起你这一跪。梁坤，这些年不见，口气可是见长啊！是不是忘了当年怎么被我按在地上揍了？我忘不了，所以今天我要讨回来。有种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如果能在我手上走十招，你打师爷的事儿我就既往不咎，否则你就得跪下来帮我舔干净鞋底，如何？废话少说，来啊！们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咱们这事儿没完，你等着瞧！走，我们走。客官，来个包子吧。苏长老，Thank you.
杨贵，少爷，少爷，救我呀！少爷，哎呦，这是啊，梁兄，梁兄，这次真的知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听信了胡明那个狗奴才的话，不然就凭咱们俩的交情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害你呀！求你，求你原谅我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求你看在我们自小相识的交情，放我一把吧，放我一把吧，求你了！机会我再给你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梁大侠，快请住手！爹，爹救我！救你！你这不孝逆子，胡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今天就送你去列祖列宗那里去请罪。爹，别叫我爹！爹，我没用你这种儿子。老爷，老爷三思啊！少爷虽然有罪，可罪不至死啊！他可是老爷胡家的唯一的香火呀！你真的想要胡家从此绝后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胡老爷，饶了儿子吧，饶了他吧，饶了他吧，给他个机会吧，老爷三思啊！梁大侠，我知小儿对你做出不可原谅之事，但是请你看在老夫年事已高，小儿又是胡家唯一香火，请你高抬贵手，饶过他的性命，老夫替小儿给你赔罪了。胡大善人，胡大善人的威望我早已听说过，我梁坤是很佩服的，既然你说出口了，我怎么会不答应？再说我跟您儿子也没什么血海深仇，只希望你回去之后好生管教，别让他再鱼肉百姓，仗势欺人了。谢谢梁大侠宽宏大量，还不快快谢谢大侠！谢谢梁大侠。死罪虽免，活罪难逃。你跟我回家好好闭门思过。少爷，我们走。梁大侠，那老夫先行告辞，改日再登门拜谢。要你踏踏实实的跟了我，我就饶了你哥，听到没有？少侠。救下！你们放开他！救下啊！救下啊！去你的！我走。杀手无寸铁之人，一把刀吧。我们中原下士也不会用你们东洋人的武器，你会为你的傲慢后悔的。你能拔刀再说吗？
已经是你的手下败将了，我连自杀的机会你都不给我吗？在我们这儿，失败不是耻辱，而是让失败者发愤图强的动力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找你一雪前耻。好。在我杀掉你血耻之前，别让自己死在别人手里。再见。白晓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不点灯啊？那么黑。白灵哥，你睡了吗？白晓，不是让你们把迷魂谷发给那些施粥的吗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是你，冤家路窄。这位是丐帮的苏长老吧？好久不见，胡大善人。不好意思，许久不见，我们应该是把酒言欢，叙叙旧的。只可惜你们知道的秘密太多，命就不会长久。
训练。这些人武功不怂，小心呐！擒贼先擒王，你对付吴青云，这边交给我。功夫不错，不如加入我们万古宗，一统江湖吧。不如将他挫骨扬灰怎么样？找死！快拿驱虫散！呀！哦，别过来，我杀了他！声音特别敏感，苏长老，你继续带，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我想办法把针刺进他的风池穴。那个银子，走开，过来。梁大侠，你替我解死。我认得你，感谢你给我的解药，我现在好多了。好多了。碎尸万段，为我儿大海报仇。在场的江湖侠士，我知道你们也是身不由己，但今日胡青云必死，谁要拦我尽管来。
Huh?